光的魅力总让人迷恋，哥哥的美好总是让你向往。追光吧哥哥，就要在优酷和东方卫视正式上线了。我是艾弗杰尼，我是丁泽仁，我是卡斯伯，我是李文翰，我是烧饼，我是伍嘉诚，将牵你的脚步，一起去探索21位哥哥背后的能量与光芒，追光而上，寸步不让。